大家好，欢迎到我们投名卡的第242集。我们家调是绝版车，1999年出产的宾士 A Class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开箱吧。哦，这台宾士非常的轻巧可爱。然后可以看它前面的水箱罩刻一个宾士的标志，这是跟着车身一起刻的，而不是列印上去的。那前面的造型长得跟 Smart 有点相似。然后它后面的车窗有特别上漆，不是用透明壳做的。然后这台车保存的非常新，没有任何的刮痕。好，然后它后车厢可以打开。它里面是四人座。然后它整个底盘都把它漆成银色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 Tomica 1999年出产的绝版车宾士 A Class 就介绍到这里，拜拜。